四位知名偶像剧演员邹承恩、杨晴等人在下午的时候现身台北霞海城隍庙，提前陪粉丝过情人节。而剧中呢，由周小涵跟杨晴一起合唱的片尾曲《陪你一起走》也推出舞蹈版，歌曲舞蹈朗朗上口，现场民众是一看就会，演员们也当场邀请大家上台一起舞蹈挑战。四位演员跟着旋律跳起来，舞蹈简单俏皮，搭配剧中演员周小涵和杨晴所唱的片尾曲，不止朗朗上口，还朗朗上手，民众一看就会，抢着要在舞台上和偶像共舞。一、二、三。飙出海豚音，民众成功获得关注，得到上台和偶像一起舞蹈挑战的机会。成功追星的还有这一位妹妹，一上台眼中只有自己的偶像，二话不说直接躲在你身边。这么小就这么会，偶像都不好意思了。被指定比较开心。不止刘玉仁，还有邹承恩、杨晴、张瑞轩四位当红偶像剧演员，十二日下午现身大道城，向民众提出舞蹈挑战之外，更是为了陪粉丝共度情人节。对于情人节如何浪漫，邹承恩走浮夸仪式派。因为情人节当天又是我太太的生日，真的一整天的行程，从海边然后到吃饭然后到山上。为了讨太太欢心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不过也有像杨晴这样的情人节走生活路线。最浪漫的大概就是一起做个饭，然后一起下厨。情人节就快到了，想好要怎么过了吗？记者综合报道。